哈登拿下全队最高28分，火箭轻取马刺，美联社。记者年鸟云综合报道，火箭今做客迎战马刺，上演德州内战。保罗此役复出，加上大胡子哈登拿下28分、11助攻，率队以102-91收下三连胜。火箭射手安德森 Ryan Anderson 首节飙进三记三分弹，率队打出好的开局，近乎一路压制对手。此役马刺三分球24投6中，命中率不佳，仅 25%， 加上全场出现16次失误，种下败因。火箭此役飙进14颗3分球，且全队火力平均，有6人得分上双。哈登拿下全队最高28分、11助攻。格林15分次之，今日复出的保罗一助10分。马刺第一，格林角全队最高22分、6篮板。艾德瑞吉16分、8篮板次之。第一，格林 USA Today。保罗复出，美联社。